还有很多那个厕所是用蹲的，有很多年纪大的长辈哈，平常洗的苦的背背起来。哎，我 Kelly 姐现在是穿高跟鞋，我现在是半蹲哦，很厉害。我现在是半蹲哦，哦，像现在我们是非常的灵活自如啊，我们这样起来就起来啦。哇，是，对啊，不用扶东西。对啊，现在走路可以用跳的，这个都是小 case 啊。哎，大哥大姐往这边走，来来来来来，健康零距离旅行团，来来来来这边来。直接坐来了，女人家有捆狼买棒溜，来呀，来玩呐！大哥大姐、阿公阿嬷，上至老下至小，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去旅行。没错，我们这种乐龄族的朋友们，小心潜藏健康危机。你看，有很多年纪大的长辈哈，平常洗的苦的背背起来，我可以知道那种感觉，因为他这样蹲下去之后呢。放水完了以后，他爬起来的时候，他要这样子爬起呀啦，爬不起来，爬不起来。然后呢，墙壁呢两边还这样慢慢这样，像蜘蛛人一样的，就是他爬起来。你蹲还要有脚力哦。哎，我 Kelly 姐现在是穿高跟鞋，我现在是半蹲哦，很厉害。我现在是半蹲哦。我们这边有准备，来，我们示范一下哈。榻榻米。我们去日本传统的日式的一些餐厅或者是日式的饭店，对，还有一些做榻榻米的哈。你一般来讲的话，你就要跪坐。哇。好，一般这个是罚跪，小时候被爸爸妈妈罚跪就是这样挺的。哇，我这个动作真的没办法，那有人你坐你根本跪不下去，那有的你根本就是五分钟你开始脚就麻了，你整个都起不来。嗯，哦，像现在我们是非常的灵活自如啊，我们这样起来就起来啦。哇，是。对啊，不用扶东西。对啊，现在走路可以用跳的，这个都是小 case 啊。我们呢，其实爬楼梯这个功力是你旅游必备。除了爬楼梯之外，还有更可怕的，出国购物啊，买大包小包的，这样子又是五十肩痛痛，又是膝盖重重。嗯，在现场爬楼梯更不得。一般日常你就穿这么高，对啊对啊，我还有比这个更高的哦。对，哦，他你看这个可以干什么？我就觉得他的那个膝盖哇，一天可以走十趟了。对啊，都没有感觉的，太可怕。怕了，对啊，多有成就感啊，就是买啊，提啊，对啊，走看看跳啊，玩来跳。你也听 Kelly 姐的话，有好好补吗？当然，就是因为她，我们认识20年了。对 ，Kelly 老师又是我的同学，又是好朋友，是因为请教她，我说我的行动力现在完蛋了，怎么办啊？年纪大了以后，她就告诉我要补对，补细胶原，补细胶原，这是对的胶原蛋白才有用。国际期刊哦，发言说补充了细，可以有效的提升15%的骨胶原，提升2%的一个骨密度，那甚至对我们的像毛发或指甲，像皮肤的话，它可以直接让你弹性拉提啊89%，甚至比我们做什么音波电波效果可能还要更好。还有呢，减缓我们的皱纹的一个深度，改善30%，以及像是呢我们比较注重的一个毛发强韧度提升13.1%，粗度提升12.8%，还有呢在那个我们的指甲方面，很多人都担心指甲会容易干裂啊皲裂，那角质蛋白呢，它可以有效的提升，减少你的脆化度。我发现我的指甲生长速度变很快，嗯，还有我的头发对变得很快，对，很快又很健康，况且很光滑很亮，还有强韧度，头发增长77%，它的生长速度啦，嗯，还有它的亮度，它会亮。对，健康，没有毛毛躁躁的头发，最主要还有指甲的强韧度，刚刚讲的哈，它的强韧度，还有它的粗糙，它的干燥改善48%，所以你年纪大不是越来越不好，是越来越好，每天越来越好，补对了就会越来越好，还有2倍钙质的补充，你讲的有吸收嘛，叫我话都反应回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就是它的微粒剂型，刚才 Kelly 老师提的哈，这是我们一般的米，这叫微粒剂型，他们叫纳米化，它比米还要小，小很多。那这样的一个微粒剂型才能够达到我们快速进入血液循环，全身的吸收，补充到我们缺少的部分，不管是骨骼、关节，那皮肤、毛发，2万倍的吸收效果是很快。最重要还是素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是长辈都需要哦。